为什么你要选我做你丈夫啊？你记不记得之前你去澳洲旅游？当时你把旅游的照片放在了微博上，我也是偶然间看到的，我就关注了。我觉得你拍的照片我很喜欢。特别吗？哪里特别啊？这个我可以，真的。月亮星星闭上了眼睛，这个啊，真行。你好，我是不一样的烟火，久等了。墨蓝底色特调了爱情，还好那个人是你，这一定是命运的赠予。你不介绍一下呀？啊！你好，我叫秦诗。你好，我叫蔡亮，我是他特别好的朋友，我俩就怎么了？蔡先生，你不用对我这么有恶意，我是看到你发的帖子，所以想来帮助你。你不用这么拒人于千里之外。谢谢，不需要。不是我，那我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啊，这女的谁啊？你朋友啊？你还有我不认识的朋友呢？我说你这人也是，人家愿意帮你就行了，还非上门找你，这人真是。先别开车。啊？蓝先生，能不能给我几分钟时间，让我把话说完？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不过对你想说的没有兴趣，麻烦你下车。你看这些话我今天必须要跟你说，要么就现在，要么我就跟着你到你想听了为止。你俩是不是有误会啊？啊，秦小姐，我记得咱们是已经签订过协议的。啥协议啊？啊，是协议是三天以后给你一个答案，但是现在刚是第二天。错，准确来说应该还有不到26个小时。杨先生，今天对于我的出现，你一点都不惊讶。我可不可以理解成为，你今天一直在等的就是我，这是针对我的一场考验。你想多了，我没有这个意思。你有的。我没有。你有的。好，就算我有，但是我已经改变主意了。如果秦小姐你的策略就是这么单纯的死缠烂打的话，不好意思，你出去。事情没有你想的这么复杂。我怎么能够相信一个拿着谎言当筹码的人？来吧，说说看，都查到什么了？赵丹平，女，1985年7月出生，毕业于浦江财经大学注册会计专业，毕业就职于普华永道。吴律师，这些网上都能查得到的就不用说了，有其他的吗？
比如他前夫。哦，前夫。我准备的时间有点少。从我通知你们到现在已经过去三个小时了，他的前夫不就是我们的客户吗？所有的资料都在资料库，你不会连翻看资料的时间都没有吧？吴律师，不要笑，希望这件事上你可以用点心，这家律所不是你靠关系就能留下来的，好吗？其他有人补充吗？赵丹平的前夫特别喜欢长跑，所以赵丹平曾经协助完成过浦江国际马拉松比赛的志愿者选拔工作。你干嘛？啊，你先忙你的就行，嗯，这边不用你盯着。蓝小婷，54岁，是玉兰集团的执行董事。玉兰集团主营项目包括房地产投资、医疗、教育等多个领域，目前市值数十亿。但根据资料显示，玉兰集团的实际管理人是蓝总的丈夫庞定芳。就这些？就这些。我听说蓝总今天出差了，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？出差？进。秦律师，怎么了？我已经核实好消息了。什么消息？明天晚上蓝总在浙江平湖跟浙江商会的人开慈善晚宴，为之前免费为白内障患者做手术的活动庆功。这次的资料是谁做的？是我们两个一起做的。那麻烦你去帮我弄一张慈善晚宴的入场券吧。秦律师，这个我怎么弄不到？对，您确定吗？秦律师，明天的晚宴需要您携带家属一起参加，您看您跟先生有时间吗？我要跟你离婚，给你3天时间。有。对方需要知道您先生叫什么？我先生姓杨，他叫杨华。